番棒棒糖出道的阿本，近年逐渐淡出演艺圈，转往幕后发展。近日他做客小 S 的节目，透露自己在新人时期曾被某位棒棒糖成员冲康。阿本刚加入节目的时候，一些旧成员跟电视台长官以及黑社会妹妹都很熟了。某次一位弟弟透露，结束录影会跟妹妹去看电影，询问有没有人要一起。阿本为了早点跟大家混熟，便主动说想加入，对方也同意了。没想到后来他到了影城，现场的妹妹和电视台长官却对他的出现感到很惊讶，因为电影票已经买好了，并没有阿本的份。而邀约的那位弟弟更表示，没想到阿本真的会来，场面顿时变得十分尴尬。随后阿本以肚子饿为借口离开了现场，那时候他才发现对方根本不是真的要约，只是在炫耀而已，是自己太单纯了呢。